不起，我堵车了。哎呦，杜老板，贵人值得等，贵重的东西就更值得等了。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耐得住性子。指挥部，指挥部，我是肖辉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重复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毒贩持有枪械武器的几率很大，各小组注意，一切照原计划进行。各单位，报告情况。大刘就位。徐哥就位。高冉就位。步兵就位。兵哥，时间不早了。院长，看什么看？什么人物？败类。怎么样，戴姐儿，这蛇票能让你嗨一晚上。南明哥，咱们交易吧。老规矩，钱打过来24个小时以内告诉你交货地点。现在钱也不在，货也不在，怎么办？要不请示一下吗？传言哨子风声太紧，你们杜家也要撤了。我知道你说的不算。转过去吧。等会儿。都别动。黑漆黑。是黑就得撞。稳住。按原计划。你们是要跟着死的还是跟着我？行动。有钱，他妈就杀了！警察，放下武器！明哥，快走！放你妹！顺道来。警察，放下武器！明哥，快走！接着往掩护。你赶紧撤！我掩护你，将军。
坚持住。少废话，开车。你是第一天当特警行动队长吗？你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吗？擅自下令，整个行动差点都被你毁了。下周是你父亲的忌日吧？你还记着呢？我跟他搭档的时候，你小子还上幼儿园呢，我明天有个会，走不开。这是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茶叶，明天给你放一天假，替我给老伙计泡杯茶。下次在行动之前，好好调整调整情绪。来了，你等一下，看着他。
别打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放我！老天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骗了。明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捉弄方式的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求求你。干我们这行太毒了，会把自己的路堵死。大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在这么多年，我和你赚那么多份上，你放饶了我老婆孩子吧。大姐，大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哦，是你自己死，还是全家一起死？我说了算。这会让你不那么难受。老哥，你在哪儿呢？三十，哎，李远，李远，做事呢，太不细心，也太容易相信别人。你这样下去，早晚要吃大亏的。
我的人我管不了。他是警察。跑不掉的，贩毒，贩毒他就回不了头了。沾了毒，他就得拿命来换了。小姐说的什么人？二啊，肯定是今天逃跑的人啊。他是队长的师兄，当年也是警察。哼，做卧底能做到。让你把他带到我这儿，他也算是不简单。这上面写的，我知道。这资料上没写的，我也都知道。看，他是因为私人恩怨得罪了同僚。不需要你们原谅，需要是我自己的。站住！快点站起来！来！后来又因为老在打架赌博，就让特警队给除名了。你干嘛？但是不干警察了，就开始干人了。杜露，酗酒、生瘾，还越赌越大。以前可是啥都干，特别狠。这不能控制好，别看了行。在里边认识了阿虎，阿虎把他介绍给了高丽坤。怎么样啊？干不干啊？我干。我钱没得还，高丽坤欠我钱，所以就让他替我去收几个陈年烂账喽。尽管花。确实弄得漂亮。今天能活着回来，靠他。你的故事很精彩啊。这不是故事。这是事实。故事也好，事实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要给我一个姓你的理由。你局里头冤家是谁？肖盾是大义灭亲，听说他最近放出来了。行，肖盾还有这理由？队长。你们说今天那人跟肖队是不是？
肖队。肖队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哎，要不哥几个一会儿烤肉去。你们吃吧，我还有值班。肖队，强哥，一块儿呗。你们去吧，我有点累，去洗个澡。心里那根刺又疼了。换我，我也不想。568314。从此，特警队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是他的杀父仇人。30见过窑子，那还是警察呀？是，原来是，这是事实。我没得选。那原来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我能怎样？不是你能怎样，而是我让你怎样，你就得怎样。说来听听。告诉你，别耍花样，穿上这件衣服不能脱下来。拐角向西第25根柱子上面的夹层，现在这个伤让我们很被动，很被动。我这个伤不爱的，我这两条腿想往哪儿走，我自己还是可以做主的。是你能做主，你就自己做主，把买家给杀了。卖毒的态度都不好收尾。现在上头收得紧，我本来想着。这次撤离出境能够平安低调，你能平安？反正在外边挨枪子的是我，警察盯着的也是我。横竖都是要撤呀，多一笔钱不会是多一点保障吗？不对吗？杜月明，我们杜家能有今天不是靠这么赚钱？靠你！
张杜家也是你的，搞谁不都一样吗？阿明，我已经帮你得到了现在的位置，你到底还想我怎么样？姐，你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帮你弄死你男人的吗？他要不死，你有今天。他要不死，我们俩的日子就更难过。队长，你不是说要回去休息了吗？没事，睡不着，过来复个饭。我跟你一块去啊？不用。边的选择才是最真实的选择。你得给我个交代。我不需要给你交代。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师父吗？我对得起我自己。你用枪吓唬特警了？特警就不要命吗？毒贩都不怕死吗？宵夜，那单子是我买了。哎，谁买的不一样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再来一组，站住！
警察干死了警察，还是警察吗？我错了吗，董事长？回答我，我错了吗？说话了，我错了吗？是不是又碰那玩意儿了？我告诉你多少回了，我们贩毒的占了毒，他妈命就到头了。反正我没错，反正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手机定位，把货带到那儿，车处理掉。有发现没？凌晨23:40左右，本市江南区廊桥街道附近发生枪击事件，现场一名警察中枪受伤，已送至市医院抢救，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。接下来，请看国内时讯，国家。说，老板，货取到了。他，你让他消失，消失几天？小队人呢？讲话。昨天晚上不是去找你的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说话呀！都他妈阳了！喊什么呀？一大清早就听见你在楼道里边吵吵吵吵，吵吵什么呀？你没死啊？啊，我死了，你要转正是不是？不是说，不是说你中三枪吗？你手那么重啊！行了，别闹，注意点影响。都在会议室等我，啊，我去见趟李局。进来，李局，把门关上。是。我想问你，张磊是卧底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就算再挨他100枪，也值。张磊一直将你父亲的牺牲归于自己的鲁莽和失职。他认为唯一能告慰你父亲的，就是将杜氏犯罪集团一网打尽。他主动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制定了严密的长期卧底行动。报告局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这三年，张磊他不容易，虽然逐步得到了杜月明的信任，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触到幕后的真正黑手。杜氏犯罪集团近期准备将他们的制毒生产线撤离中国，这是抓捕杜日昌的最后机会。为了任务，
他先把自己给摧毁了。倘若真是抓了杜月明，那我们部署的3年计划将功亏一篑呀。他的信念一直都没有变。他昨晚的行动计划也是提前向我做了汇报，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。今晚安排人到。张磊所参与的一切行动，都是为了打击毒徒和毒贩等违法犯罪。可是这也太冒险了，万一开枪的是我们，或者其他的同事呢？作为一名卧底，首先不是伪装自己，而是摧毁自己。为了可以让贩毒集团彻底剿灭，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，我准备好了，愿意接受任何意外。他一直都是警察。一句，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？特警突击队做好战斗准备，张磊的情报应该很快，而你会有特别行动任务。是。喂，地点在哪儿？在这儿，除了卫星电话，什么信号都没有。怎么样？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这么好的地方放弃了可惜了。那怎么办？公安查得这么狠，有多少钱够我睡的稳？有 freestyle。 啥都不懂。没事，反正你懂狠就行。等咱们去了那边，有钱啥都不是犯罪，想怎么狠就怎么狠。林哥，我听你的，别打那么多老哥。那等去了那边以后，整个东南亚那一条线全归你。跟了我很多年了，明哥喜欢，送你。
谢哥。报告，卫星定位信号接收正常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资料显示，这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疆作战时期我军某部搭建的临时驻地。作战结束后，部队撤回，后来被承包出去，成了茶园。附近有好几个茶叶加工厂。这么看来，杜氏集团很可能利用这些茶叶工厂做掩护，生产毒品。三面环山，只有一个方向进出，山高林密，易守难攻。大规模搜捕行动很容易打草惊蛇。这地方南面距离国境线不足十公里。小辉。到。你是陆军侦察兵出身，根据目前的情况你说说看。是。我带一支侦察小队秘密潜入毒窝，展开突击作战。首先控制毒家姐弟，瘫痪他们的收网。好。我们大部队在外围等你的信号，联合出击，收网，一个不留。同志们，经分局党委研究决定，正式批准你们针对杜氏犯罪集团制定的突击作战计划，行动代号雷霆，即刻行动。小子，装完了吗？哎，快了，就剩两车了。装完你就早点收工，我在后面看下货。哎，好。来，快点干啊！Thank you.
强子，大亮，开路。10分钟，全部清理干净，一个不剩。警察的劲儿再用一回。我是警察，从你贩毒的那一天起，天涯海角，警察一定会抓住你。再跑，他们会杀了你们！他们会杀了你们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啊！跑啊！他们会杀了你们的！阿明，就你这眼光，你以后怎么做主啊？这辈子最让别人骗我。外围的几个暗哨都联络不上了。当我者死。头车后面一个，单科两个。远处第三辆车，一个。
收到。大姐，您猜的没错，有一伙特警已经潜伏进来。几个人？大概有五六个人。被他们盯上，大部队一来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赶紧撤！二，叫齐人，尽量拖住他们。阿三，把所有产品装箱，快！走，警察，快走！已经答应我，派出两个佣兵小分队来边境接应我们出境，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赶到。姐，都装好了。这里交给我。阿义，你放心。你家里人，我一定不会亏待。我带不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死是最好的守密方式。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警察是无所不能的，你说呢？如果你死的不会那么容易。
想闷死，不想。没事，看来这边也没有。做好战斗准备，右侧接敌。我指挥，我真的是我们了。齐心协力，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我只能跟你一起去。为什么我？夫人，烟雾消退。不行，挺硬啊！你不来我也能搞定的。怕什么？那三枪我又不用你还。那还不欠你一辈子。兄弟，还不就是一辈子。
怎么样啊你？没事吧？你看呢？炸弹炸不死我，我也没烧死我。我命硬，这一回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他们。别拖我后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小队，什么情况？后面又来了一批。这样，我张磊继续去追，你们几个把山那边人给我搞定。是是是。肖辉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动员马上就到，请汇报你的情况。报告，我和张磊正在追击目标。雷霆行动，胜败在此一举，务必全力追击毒贩。是，一定不辱使命。别动，警长。快进，快走。送老板先走，要不那边见，要不下面见。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！站住！警察，别走！大姐，快走！